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今天要来玩是转生史莱姆魔王与龙的建国贪婪。那么今天要更新了三个角色，这个应该是跟周年有关的角色啦。第一个是米利姆，是我超级喜欢的。然后第二个是维尔萨泽，也是我超级喜欢的。第三个是金啦，金我就就还好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，怎么说呢，龙女的那种感觉啦。第一个是抽，拜托黄昏。嗯，咋卡住了？不会吧？好，看到这画面就知道我断线了。第二个是抽，然后我看了一下我的背包，里面好像是没有极的角色，也没有新的。哎，新的吗？这个是新的吗？哦 ，nice， 是啥？哦，是维尔萨泽 ，nice， 维尔萨泽是加护角啦，这一次活动的加护角，然后。这个算是白虎吗？应该算是白虎吧。维尔萨泽是一只龙女来的，可是穿着白虎的衣服。哦，还有第二个是吗？这个好像是金的声音，果然。不过这次的金倒是挺好看的，说真的，这次的金我觉得是很好看一下的，因为它。不知道怎么感觉他这次的造型就是挺帅的，只是如果是普通的金的话，我是还好，呵呵，不是很喜欢。这次的金算是刚好像出现朱雀吧，这个也是朱雀的金，朱雀的金还挺帅的。第三个石头，哎，话说刚才第二个石头连中两只，哎，有点害怕。我想要米利姆啊，哦，来了 ，nice。红红的，虽然第一个石抽断线了，不过第二个石抽很幸运的抽了两只，然后第三个石抽刚好像是那个路米纳斯吧，那个也是之前周年的。第四个石抽 boss， 靠白天我基本上就直接跳过了。第五个石抽，不过我还挺期待，就是那种哇，结果又 boss， 我还挺期待就是那种按一下结果有出现红色的那个特效。呵呵，那个是真的超级爽。第六个石头，黄昏呢？不是吧？好，你又看到这画面，又我又断线了，但是好像是没有中，不懂哎，我不懂有没有中级的啦。第七个石头，哦，来了红色的特效 ，nice， 这个红色的特效这次。感觉转蛋的几率还挺高的。话不多说，直接跳过吧。哇，又是一个维尔萨泽。话说我刚才那个第六个石抽，我猜应该是没有新的级了，就算有，应该也是重复的级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新的角色了。第八个石抽，黄昏，直接跳过了。哎，哦，是米利姆哎，米利姆的声音哎，是吗？哟下，中了第八个石抽，还好哦，还好我原本是想说不要继续抽了，还好我继续抽啊 ，nice， 这个是米利姆也是超级帅的，超级好看，爽啦！这次周年的活动全收集 ，nice。然后还中了第二个维尔萨泽，呵呵，行，这一次是血钻，但是我的那个之前的活动的那个白还没有抽到了，所以我可能会回去抽白啦。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支持 B 站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我是阿伦，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